头在一号引擎组故障，二号引擎组故障。12号战机突然慢了下来，它的两个引擎承受不了高强度的输出，已经停机了。一号战机趁机追了上来，比赛结果又有了悬念。坚持住，坚持住。 两大战机一前一后同时飞进了山洞，他们谁能率先出来？让你瞧瞧这个！结束吧！混蛋！一号战机坠毁，12号战机率先冲出山洞，直奔终点。等等，他最后一引擎也崩溃了，难道12号战机就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被淘汰出局？ 12号战机在最后关头利用弹射座椅到达了终点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神日连长，唐龙我就带走了。